好，我们是浙江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我是悉尼，我是水瓶色。水瓶色，说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所想象的是绿色的草地、绿色的大树、美丽的森林。是的，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东西也跟绿色有关，跟我们的生命健康有关，就是绿色制药。对，我们旁边的就是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的绿色制药中心，咱们去看看吧。Let's go。我们先去采访张香蕉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的负责人苏维科教授。苏教授，你好，我是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悉尼。你好。我很荣幸可以采访你，请问你在绿色制药中心工作多长时间了？我们这个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级的一个平台，那么是2012年成立的，我们现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咱们绿色制药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2012年9月。嗯，我听说咱们绿色制药中心是国家级的实验室，非常的厉害。这个严格讲不叫实验室，实验室它有实验室的定义的。我们是一个国家呢，就是在这个教育部在这块里面，我们这个发展呢，它总共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211大学当时提出来的，第二个工程呢叫985工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协同创新。所以我们这个协同创新是当时是成立是12年。所以全国的第一批总共14个协同创新中心，我们这个14个职业。那请问一下，什么是绿色制药？为什么说它是绿色的？这个呢是有个定义呢，我们通过一个国家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我们绿色制药峰会，每年我们举行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新校区成立的。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定出来什么叫绿色制药。就是绿色制药呢，我们是从制药过程的源头，然后反映路线的选择、设计一些原料的绿色替代，以及反应从源头上来消除安全与环保隐患，这个实现一个本质安全的制药过程，叫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绿色制药。咱们绿色制药中心现在有多少个实验室？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的是很支持的，因为在这个新校区里面，我们的实验室有2栋楼，就是协同创新前面1栋楼跟1号楼，这个是1号楼，后面一个是2号楼，有2栋楼。那么在召回校区呢，也有比较多的实验室，所以这一块的应该说是实验室是比较充足的地方。咱们主要那些方面的研究？是这样，我们这一块呢是总共是3个方向，我们4个平台，就是绿色制药从这个制药过程，一个就是我们从那个新药发现，那么绿色化学制药，还有生物制药跟药物制剂，就是我们这个是几个方向。后来我们这个4个平台呢，它主要是对于我们整个制药过程里面，一个就是安全评价，这药物分析，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治理等这样的几个方向，就是我们叫3个方向4个平台。那咱们这是做研究吗？对，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个叫绿色化学，我们用化学的方法，就是绿色化学制药，也是从化学反应的原理上着手的研究，这个制药使这个整个制药变成一个就是本质安全的，环保啊安全都做到。第二个就是用生物制药技术，刚才讲了我们3个方向，生物制药技术用生物的方法来合成药。第三个就是药物制剂，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药原料药给它做成一个成品药，
这个是研究，所以我们这一块研究这几年的成果也是很多的，就是为我们地方这个制药企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这个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这个制药企业公司它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环保、质量等问题，那采用一个绿色制药的这个技术来改造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制药过程原来环保隐患、安全隐患比较大的这种工艺呢，来给它改变了。这样的话，我们所以对全国各地，包括国际上很多企业都跟我们合作了。我们国际上合作的有俄罗斯、波兰，我们建了一个分中心。那么在全国各地呢，我们也建了很多的基地以及那个分中心，主要是呢对现有的制药企业这个生产工艺进行一个绿色化改造，那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近我们也拿了很多国家的大项目，为企业呢有很多产品，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将近20个品种可以做到全世界做的最大了。比方说像我们维生素 D3 这个系列的，那么现在把国际上最大的这个生产这个企业，我们也供应了进行一个绿色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供应，使得我们这个整个国际上市场上呢就是赚了最大的份额。绿色制药中心的最成功产业化成果是什么？这个比较多了。刚才我们讲了有17个品种做到全球最大了，刚才讲了一个维生素 D3，还有我们赖普森啊，很多品种我们做到全球做的最大最强，然后呢也获得了国家的好多奖，国家的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们有4个品，然后还有发明奖，国家的技术发明奖有2个拿到，就是我们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以后产业化获取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这个那么还有一些品种呢，就是通过我们改造了以后完全新的工艺出来，像我们25强制维生素 D3 就是把全球最大的那个迪斯麦公司他们原来生产的工艺成本做不过我们，我们把这个工艺改造以后呢，完全的新的一条绿色合成的工艺，成本大幅度的下降，他们那边就停下来不做了，全部从我们这里采购了。所以这一块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还有合成生物学啊等等一大系的产品。所以这全国的话，我们有将近100家企业在合作，在他们那边做产业化。苏教授，请问国际上制药的绿色化是不是发展趋势？是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制药绿色发展处在什么地位？绿色制药技术呢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最主要的就是制药过程中它会存在的有些安全的隐患跟环保的隐患，那么必须从源头上来消除这个安全跟环保隐患，提高这个药品的质量。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国际上呢，就是把这个绿色制药作为一个制药的一个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们中国呢，在这一块里面呢，自从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成立这个绿色制药这个系统创新中心，把我们国内最强的几个单位联合起来，协同来解决这个制药过程中的安全、环保问题以及产品质量的问题。所以呢，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应该处在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的。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你们的实验室吗？可以。那谢谢你，苏教授，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不客气，欢迎。